这是不是要转下来呀、啊？我宁愿的，我要把这个过程录下来。咋不转哦？找不着车？找车嘞。这停车车也是可怜，就说他应该标号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然后转的时候宣仪，然后转下来。怎么都这样吃饭？我要录下来。好神奇啊，我第一次见这种。是一个蛇砖吗？你没看吗？我看见呀，但是我觉得很神奇。嗯。这承受能力得多强才能把这些车都抓上去？两吨都够了，这车一般一吨多重。哦，这就跟那种。那个，去那种，环了世界坐那种什么摩天轮一样是吧？这边有限高，这边限高，限高1.7米，限长5米呀、啊，5米不够吗？你看车了吗？有车长有5米吗？那个奔驰差不多有1米多了吧？天哪！他要能倒转也行。哦，就只能一点。那我觉得他们应该练个程序，然后把它标号1、2、3、4、5。识别车牌号就行了。哎，但是你看他又标号。哎呀，那他是应该记住号走的时候。